这圆圆呀，因为疫情也出不去了，就只能在家里待着。这天呢，就跟这个钟点工啊聊于谦儿。哎呀，圆圆就不无遗憾地说，他要是读点书啊，不至于那样。钟点工干，切，他要是读点书，能有5000万粉丝啊？我今天看那个袁腾飞的一个那个视频，我突然学到了一个新的计量单位，一凡等于2到3分钟。